一拳击击装法概要。 练习养生桩有了一定基础后，就可直接学习技击桩了。拳术上所讲求的力量不同于一般生活和工作中的习惯用力方式和习惯用力方法，而有其特殊的含义和内容。一般称自身原有力量为本力，而通过拳术训练获得的力，则称为功力，也就是拳术专项训练所特有的力。 实际上都指的是一种劲儿，就是上下左右前后的毅力达到平衡均整的状态。一拳传统上称这种劲儿为浑元力。没有浑元力作为学习拳术的基础，就谈不到如何掌握技击的功夫。而求得浑元力的最好方法，就是站技击桩。技击桩与养生桩。 无论是在外形还是在意念活动上，都有所不同。在外形上，技击桩要求侧身以丁八步步法站立；在意念活动上，要比养生桩意念活动激烈得多，精神上要求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摸索拳术的浑元力及蒸力，体能的消耗也远远大于养生桩。 而养生桩则要求双脚平行站立，意念活动采用轻松舒适自然的锻炼方式。可以说，养生桩是一拳最基础的桩法基本功训练。练习浑元桩和技击桩，最好要经过养生桩的练习。有了一定基础后方可进行。初习者最好不要一上来就练习浑元桩和技击桩。 浑元桩前后摸进，两足跟并齐，脚尖分开如立正姿势，将左脚顺着前脚尖的方向迈出一步，再横向移动一个脚面的宽度。左足跟微屈，这是两脚站立的位置，即前人所谓的丁八步，又名半丁半八步，身体重心分布为前三后七。 左脚前膝微屈，膝骨微向前指，似有小棍支撑；左膝部似有小绳上提，足趾似有八地之意。头与前脚似有弹簧上下相争，同时右胯略向后指，与左前膝似有弹簧前后相争，后胯略有上提之意。两腿的大腿外缘。 微微向内拱，同时两膝和小腿内侧微微向外翻张，双手慢慢抬起，左前手高于嘴部位置，右后手抬起高于肩平，掌心向内，左掌心与左脚心上下相对，右手心与右胸部相对，双手前臂与肘部弯曲的角度不小于90度，左手位置略高于右手半拳。 两手相距2到3拳，食指分开，指尖似夹棉球之意，虎口似撑，指尖微敛，掌心内吸，有持物不使坠落之意。掌心内吸配合手指外张，似有线绳束缚，欲张不得，吸吐相互作用，左手不往身右来，右手不往身左去，以鼻子胸窝为线，头顶似有小线上提，似顶非顶。 静直立不可用力，双目平视，左手虎口向上的方向。即位，头手脚三点一线，左足在前时，头向左微拧；右足在前时，头向右微拧。下颚微收，颈下若微夹球，两肩松圆，向左右稍稍扩张舒展。脊骨自然竖直，身体后部仿佛与树有微微挤靠之意。 腋下若能融球，心窝微收，胸须背圆，上下牙齿要衔接而微错，不可用力扣合，呼吸自然，周身放松。
意念假借，身如巨人，环抱一棵参天大树，身体似与大树有融为一体之意。练习向前摸进时，右脚微微下踩，上站前蹬，催动身体缓缓向前，前脚掌微微下踩，两腿内侧似有向内几何，身体似有挤推大树之意。此时双手双臂配合前推内合，微微下按之意，头于前脚似有弹簧上下几何，一推即止。随即练习向后的摸进，右腿微微下坐，两腿内侧似有弹簧微微外分，左脚五指似有八地之意，膝部亦向前指，未有上提之意，头于前脚，后胯于前膝，似有弹簧微微上下前后相争。此时双手双臂配合回拉外分，微微的上提，身体似有向后微微拉动大树之意，一拉即止。随即就可练习浑圆桩前后摸进了，右式练习与左式相同。浑圆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浑圆桩相同，意念假借，周身于树似有融为一体之意。首先把树微微扒开一细小裂缝，右腿下坐，两腿微微外分，前脚五指微微拔地，膝部略有上提，头于前脚，后胯于前膝，似有弹簧上下前后相争，头向后上微敛，双手五指腕部双臂内侧同时微微外分，有回拉上提之意，胸腹部仿佛也同时体会有微微的外分，身体有微微的后靠，以外分的力为主，回拉上提的力为辅，树一分开即止。随即再把怀抱的大树向内几何，首先后脚微微下踩，上站前蹬，催动身体微微向前，两腿内侧似有向内几何，前脚轻轻下踩，身体向前微动时似有挤推大树之意，双手双臂同时向内几何，前推下按，以内合的力为主，前推下按的力为辅，竖一合即止。随即就可练习浑圆桩左右摸进了，右式练习与左式相同。浑圆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浑圆桩相同，意念假借，周身于树融为一体，向上摸进时，首先后腿下踩上站，微微前蹬，催动身体缓缓上升，仿佛带动大树上提，头似有上顶之意，两腿内侧似向内几何，前脚掌轻轻下踩，双手双臂内侧似把环抱的大树微微上提，同时内合前推，以上提的力为主，内合前推的力为辅，这时头与后脚似有弹簧上下相争，一提即止。随即意念假借，把树栽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时后腿微微下坐，双腿内侧似有弹簧微微外分，头于前脚，后胯于前膝，似有弹簧上下前后相争，身体下降时似有挤动大树之意，同时带动双手双臂向下微微外分回拉，以向下的力为主，外分向后的力为辅，
将树栽回到原来的位置，一栽即止，随即就可练习浑圆桩上下摸进了。又是练习与左势相同。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浑圆桩相同，周身与树融为一体之意不变。摸进时意念假借把怀抱的参天大树微微下栽，一栽即止，随即再把大树微微左右扒开一细小裂缝，一分即止，接着再把大树向前微微推动，一推即止，随后再把假借裂开的大树微微向内几合，一合即止，然后再把参天大树向后微微的拉动，一拉即止，再把大树微微上提，一提即止。接下来就可任意变换摸进的程序了。打乱程序时的摸进，一定要细心揣摩原来组合摸进时的原则要领，以舒适得力、均整协调、毅力饱满为准。打乱程序摸进时，要慢动、小动，在放松中求取毅力感。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在练习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时，习练者精神高度集中，意念放远放大，摸进时不执着于单方面的推拉开合提栽，而是通过意念即动即止的高频变化，做到各方面的力似有非有，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犹如全身没于湖水之中，周身与水波在各个方向上微动相争，有意想四肢胸背无限扩展放大，周身与外物融为一体，随着意念活动，使周身保持张力而微动的同时，感觉万物与周身似连非连，似粘非粘，这正是蓄力待发而未发的状态。此时周身的神经肌肉无时不刻都在受大脑的指挥，仿佛外界如有微小物体碰撞身体及细微毛发之处，周身整体一触即发，恰似炸弹爆炸。一拳宗师姚宗勋先生曾讲，一拳高级阶段的桩法，人体似一高速旋转的陀螺，看似不动，但一碰则飞，这正体现了一拳桩法的原理。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不动之动乃生生不已之动。一拳高级阶段桩法的感觉，不是初学者能够轻易体会到的，也并非笔墨所能尽书，练习者应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才能体会到拳无拳意无意，无拳无意是真意的奥妙。平抱桩前后摸进，站立的步伐与浑圆桩相同，双手慢慢抬起，约于肩平，手心向下，中指相对，虎口微撑，指尖微点如抓球状，两手腕处微曲，似能夹物，掌高肘低，两手大拇指外侧与大小臂如环抱大树，前手高于后手约四五公分，两手相距两至三拳，双手双臂前后摸进时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内几何前后相争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双臂外侧和下侧同时向前推挤的力为主，以几何下按的力为辅，向后摸进时
以双手五指、双腕内侧、双臂内侧和下侧同时回拉的力为主，以外分上提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臆想，不可用力。平抱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平抱桩相同，双手双臂向外扒竖时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外分内合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左右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外分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外分，双手腕部向下微扣外分，双肘向外撑的力为主，以回拉上提的力为辅。几何摸进时，以双手五指相对几何，双手腕部双臂内侧几何的力为主，以向前下按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臆想，不可用力。平抱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平抱桩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上摸进时，以双掌双臂下侧上提的力为主，以几何向前的力为辅。向下摸进时，以双掌双臂下侧下压的力为主，以外分回拉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臆想，不可用力。平抱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平抱桩相同，平抱桩打乱程序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强化手掌手臂下侧摸索浑圆力的感觉，其目的是在实战中与对手接触时，手掌手臂下侧随机随势应感而发。平抱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平抱桩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的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撑托桩前后摸进，站立的步伐与浑圆桩相同，左脚左手在前，慢慢将双手抬起与于眉起，手掌向前，掌心微收，指尖相对朝斜上方，手指微曲上至，双掌似有推物，掌根似有托物之感，虎口微微圆撑，食指端似有一细弹簧系于眉端，左手食指系于右眉，右手食指系于左眉，两指之力似有交错牵引不开之意，两手相距两只三拳，两手的腕部肘部双臂的内侧似有弹簧横向相系，两肘微有外撑，两肩松圆，意念假借，双手双臂下侧似搭在水中漂浮的木板上，用意念来调整手臂的放松。姿势站好后，
双手双臂前后摸进时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前后相争向内几何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进时，以双掌双臂向前向上的力为主，以几何下按的力为辅；向后摸进时，以食指与二眉相争，手掌手臂回拉的力为主，以手掌手臂外分下按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承托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承托桩相同，双手双臂外分内合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外分内合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左右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外分摸进时，以双手食指腕部内侧手臂内侧外分的力为主，以向后向下的力为辅；几何摸进时，以双手食指腕部内侧手臂内侧几何的力为主，以下按向前向上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承托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承托桩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上摸进时，以手掌手臂下侧内侧向上的力为主，以向前内合的力为辅；向下摸进时，以手掌手臂下侧内侧下压的力为主，以外分向后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承托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承托桩相同，承托桩打乱程序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手型的姿势为定步向前发力完成时的姿势，在实战中既能以灵活多变的发力方式打击对手，又能保护自己面部胸部，是攻防一体的实战桩法。承托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承托桩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的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勾挂桩前后摸进，站立的步伐与浑圆桩相同，慢慢将双手抬起，手心相对，双手相距两至三拳距离，双手大拇指微屈前指，食指与三四指微屈前指，小指斜向下方似于地面拉一弹簧，虎口微撑，掌心微收，双手腕部微微下扣，似有夹球之意。左脚左手在前，左手腕部与左脚尖上下相对，
肘部与腕部的角度要大于90度。左手长出右手半掌的距离，前手高度约在嘴部位置，后手高度约在肩部位置。姿势站好后，首先意念假借，身如巨人，怀抱一棵参天大树，身体似于大树，有融为一体之意。双手的大拇指、2、3、4指和腕部似有弹簧，与远处树干相系。双掌间、手臂内侧似与大树融为一体。在前后摸进的过程中，双手双臂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内几何、前后相争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向前，向下顶压弹簧与手臂内侧向前的力为主，以几何下按的力为辅。向后摸进时，以双手五指手臂内侧回拉的力为主，以外分上提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勾挂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勾挂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外分内合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外分内合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左右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外分摸进时，以双手五指远处相系的弹簧配合手掌手臂内侧同时外分的力为主，以回拉上提的力为辅。几何摸进时，以双手五指远处相系的弹簧配合手掌手臂内侧同时几何的力为主，以向下向前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勾挂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勾挂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上摸进时，以双手五指远处相系的弹簧配合手掌手臂下侧内侧同时上提的力为主，以几何向前的力为辅。向下摸进时，以双手五指远处相系的弹簧配合手掌手臂下侧内侧同时下压的力为主，以外分向后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勾挂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勾挂桩起势相同，勾挂桩打乱程序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双手五指肩部的弹簧与身体各种方向摸进同时的运动，强化腕关节下扣、拇指根部上挂的力。以力在搭手中，双手在上时双腕下扣回拉外分，或双手在下时拇指根部上挂回拉外分，牵动重心控制对手，施以发力。
勾挂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勾挂桩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的精神假借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伏虎桩前后摸进，以左式丁八步站好后，左脚向前迈出约两个脚掌的长度，足跟微虚，膝微屈，臀部下坐，大腿根部稍向后收，头微前俯，胸窝微收，目视左脚前部，左手提起在左腿膝部内侧约一拳距离，手心向右，指尖向下，虎口撑圆，肘微屈稍上提，腋下含虚，右手提至右膝内侧约一拳距离，手心向左，指尖向下，虎口撑圆，肘微屈稍上提，腋下含虚，臀部似坐在虎腰上，左手掐住虎颈，右手掐住虎腰，意念假借头于前脚，后胯于前膝，似有弹簧，微微上下前后相系，双臂内侧似撑抱一球，身体似与大树融为一体，身体重心分配为前三后七。意念假借虎欲后逃，瞬间虎欲前窜，双手双臂前后摸进时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内几何前后相争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进时，以双掌五指尖双臂内侧同时向前挤推的力为主，以内合下按的力为辅。向后摸进时，以双掌五指尖双臂内侧同时回拉的力为主，以外分上提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这时站伏虎桩时，精神要高度集中，应随时警惕虎要伤人或前后逃脱。站桩时要用意不用力，左右式应交替练习。伏虎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伏虎桩起势相同，意念假借虎欲左逃，这时右腿微微向后下坐靠，右腿向右微拧，左腿同时微向右拧，有挤挡虎颈之意，前后腿内侧微微外分，前脚五指微微扒地，前腿膝部立向前指，头于前脚，右胯于左膝，似有弹簧，微微上下前后相争，身体同时微微后靠，似有挤动大树之意，双手双臂之间微向右回拉，外分上提，将欲向左逃的虎牢牢地控制，随即虎欲向右逃，这时右后脚下踩前蹬，微微上站，右腿向左微拧，脊裹虎腰，同时前脚下踩，腿部向左后微拧，两腿内侧似有几何之意，双手双臂同时微向左几何，下按向前，头与前脚，后胯于前膝，似有弹簧，微微上下前后几何，身体微微向前，似有挤推大树之意，将欲向右逃的虎牢牢地控制。虎向左逃时，以双腿双手双臂向右拧的力为主，以回拉外分上提的力为辅。虎向右逃时，以双腿双手双臂向左拧的力为主，以向前几何下按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向，不可用力。
伏虎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伏虎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虎欲下坐时，其向上的摸进，以双手掌之间双臂内侧上提的力为主，外分向后的力为辅。虎欲上站时，其向下的摸进，以双手掌之间双臂内侧下侧下压的力为主，以几何向前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向，不可用力。伏虎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伏虎桩起势相同。伏虎桩打乱程序摸进时的意念活动，伏虎桩左右摸进除外，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双腿的神经肌肉耐力的训练，大步步伐的进退，灵活多变的发力，与浑圆桩的步伐进退灵活多变的发力，在实战中应达到同样的效果。伏虎桩左右摸进与浑圆桩左右摸进不同，前者为周身整体，左右同时配合运动，后者为开合的运动，在用意用力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伏虎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伏虎桩的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时的精神假借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降龙桩前后摸进，周身直立站直，左脚向前迈出距右脚约一米的距离，前脚掌横放，足跟落实，脚掌内侧向前膝部弯曲，与前脚尖成直线，右后脚与左脚足跟直线相对，右膝四直，脚掌踩地，足跟微曲，重心分配为前七后三，身体的肩部胸部前倾，向左转体180度，右胯与后胯几乎平行相对，头与颈部向左拧转，眼睛直视自己右后脚跟。意念假借，头与前脚后脚似由弹簧上下前后斜面相系，两腿内侧间似由弹簧相系，右手前伸到头顶部右上外侧约一拳距离，掌心向斜上方微微向前，肘低掌高成90度，左手向后伸出与右脚后跟上下相对，手掌高度约于臀部等高，肘高手低，左掌心向后呈斜下方。意念假借，右手与左手五指手臂内侧似有弹簧前后相系，周身仿佛与大树融为一体。双手双臂前后摸进时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内几何前后相争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双臂内侧和下侧同时向前挤推的力为主，以几何下按微向上的力为辅，向后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双腕内侧双臂内侧和下侧同时回拉的力为主，以外分上提的力为辅，
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降龙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降龙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外分内合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外分内合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左右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外分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尖、双臂内侧、双肘向外撑的力为主，以回拉上提的力为辅。几何摸进时，以双手五指尖相对几何、双手腕部、双臂内侧几何的力为主，以向前下按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降龙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降龙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上摸进时，以双掌双臂下侧内侧上提的力为主，以几何向前的力为辅。向下摸进时，以双掌双臂下侧内侧下压的力为主，以外分回拉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降龙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降龙桩起势相同，降龙桩打乱程序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降龙桩是技击桩中较特殊的一种桩法，它是培养练习者在身体与手型处在不利于实战的形势下，通过精神假借、意念诱导，继续摸索拳术的浑圆力，达到统一意念、统一动作、统一气力，在日后的实践中，身体均整协调，周身各部一触即发。降龙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降龙桩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的精神假借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单腿依托桩前后摸进，周身直立，左脚踩地，右腿膝部弯曲上提，放置60至70公分高的桌面上，脚掌向前，脚踝回勾，似加一小球，双腿与桌面的距离以舒适得力为准，左脚与右脚横向分开2到3拳，左腿膝部微曲，臀部似坐一高凳，身体后部似有靠树或靠墙之意。站好后，将双手抬起，为浑圆桩的撑抱式，意念假借，身体仿佛与树融为一体，头与左脚右脚似由弹簧上下前后斜面微微相争，右脚掌脚背下侧部似有踩地之意，右后胯有微微上提之意，左膝部与后胯似有弹簧
微微前后相争，身体重心为前三后七。练习时，双手双臂前后摸近时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前后相争向内几何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近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近时，以双掌双臂的内侧下侧向前的力为主，以几何下按的力为辅；向后摸近时，以双掌双臂的内侧下侧回拉的力为主，以外分上提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象，不可用力。单腿依托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单腿依托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外分内合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外分内合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左右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外分摸进时，以双手食指腕部内侧手臂内侧外分的力为主，以向后向上的力为辅。几何摸进时，以双手食指腕部内侧手臂内侧几何的力为主，以下按向前向上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单腿依托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单腿依托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上摸进时，以手掌手臂下侧内侧向上的力为主，以向前内合的力为辅。向下摸进时，以手掌手臂下侧内侧下压的力为主，以外分向后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意想，不可用力。单腿依托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单腿依托桩起势相同，单腿依托桩打乱程序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单腿依托桩的摸进原则与浑圆桩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有所区别之处就是，右脚搭放在桌面时，意念假借如浑圆桩摸进一样舒适得力，在不时摸进的原则下，用意念活动调节身体和腿部的平衡，为进一步练习独立桩打下良好的基础。单腿依托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单腿依托桩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的精神假借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
手里庄前后摸进，周身直立，左脚踩地，左膝微屈，右脚右腿上提，距地面30到40公分高度，脚掌向下，脚掌内侧向前，左腿与右腿横向相隔约3拳距离，右脚踝部微微回勾，4加1球。手型姿势为浑圆桩撑抱式，身体重心为前七后三，头与双脚，前膝与后胯，双腿内侧间似有弹簧相争的意念要求和周身与树融为一体的意念要求，与单腿依托独立桩起势时的意念活动相同。姿势站好后，双手双臂前后摸进时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双腿内侧前后相争向内几何的意念要求，与浑圆桩前后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前摸进时，以双掌双臂的内侧下侧向前的力为主，以几何下按的力为辅；向后摸进时，以双掌双臂的内侧下侧回拉的力为主，以外分上提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臆想，不可用力。独立桩左右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独立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外分内合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外分内合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左右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外分摸进时，以双手食指腕部内侧手臂内侧外分的力为主，以向后向上的力为辅。几何摸进时，以双手食指腕部内侧手臂内侧几何的力为主，以下按向前向上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臆想，不可用力。独立桩上下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独立桩起势相同，双手双臂上下摸进的意念活动，双腿内侧向上几何下坐外分的意念要求，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上下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向上摸进时，以手掌手臂下侧内侧向上的力为主，以向前内合的力为辅。向下摸进时，以手掌手臂下侧内侧下压的力为主，以外分向后的力为辅。练习时只可臆想，不可用力。独立桩打乱程序摸进，站立的步伐和手型与独立桩起势相同，独立桩打乱程序摸进的意念活动，身体各部争力的要求与浑圆桩打乱程序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有所区别之处就是，右脚抬起时意念假借如浑圆桩摸进一样舒展得力，在不失摸进的原则下，用意念活动调节身体和腿部的平衡。在实战中，一拳脚法的蹬、踢、踏、点发力的运用，其基本功来源于独立桩。独立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站立的步伐手型与独立桩起势相同，六面力同时摸进的精神假借意念活动与浑圆桩六面力同时摸进的原则要领相同。